小面的正确吃法，把腿踩到板凳上，裤腿拉起来，面端起来，边走边吃。有好运的姑娘，她居然那么勇敢。夏天的影子拉的腿好长，他们穿过有回声的墙。高三了居然还爬墙。那时候问题好多。你为什么要跟我检查一把战场？你知道什么叫喜欢吗？的答案，我喜欢一个。如果再见不能红着脸，都要让他红着脸。我们都是超级智障噻！唱好梦就做起来没完，微掉白脸红的少年，可别说出来许过的心愿。那时候隔着墙看到的世界，他的样子美得我们无法拒绝。做一个新的伙伴，给你一万种有爱的可能。还三个，就我想吃小米。啥子意思啊？有啦有啦，有多好？就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那种好。那时候问题好多，时间的答案。常人的误会，天真的舞伴，不需要排队，干净到让人想哭的模样，每颗笑容都是一束光，干净到让人想哭的模样，怎么会有人舍得散场。青春太难了，还是考试简单一点。那还是青春简单点。